OK， 没问题。阿林，你的车子在哪里？我可以让他帮你搬过去啊。你给他搬回啊。你带他过去就好了。一个冷包呀。一个冷包够啥？来，你照没有？有客钱你就自己去，你背包自己去啦。恁这人算真正老实兼保养，无加无缺，恁这拢好人。这果冻这是阮爸栽啊。是的。这全部几个人家拢无，恁卖偌济，恁决定个。要食啥物时阵，啥物时辰，啥物时辰食上好食，我甲你讲。你这位我这买断的话，平日恁家领导，你每一工的中昼十二点，你食上好食，食好冰冰，食好凉凉。想要吃，这全部装起，几个人家无定，二十块落啊，二十块。果冻二十。二十块，二十块。二十，开始走。好了，要集中了。才二十啊，小朋友的二十，我放二十。冷梅，冷梅。让我啊，放下去。大爷，来，九班起来，两块翻模的。大爷，好啊好啊，张梅，大爷要走，两块翻钱我结，谢谢。大爷要走了，龙五十翻钱我给。大爷啊，大哥一个包房给我，要倒给你。你两块翻个毛钱兄弟？无啊，好不要了。两块半一盘，全部总计我来花你三千，花你两千块，一盘总计千五差不多。全部规盘总计两块半，新价钱千二上面还千二。这卖恁千二，一尾两百，好无人要吃两块半？三尾拢来，买着退钱，两块半，看伊赔啥？新价钱五百了，五百块了，最后就是五百。莲花班最后一个五班，规只做了莲花班，这等下你用吹，朱通五班，最后一个五班，龙虎十班五班，最后一个五百块，这是吗？帅哥，你们给钱了吗？拿钱就是吗？没错，没错，包过去了。收起来，你操作比方。我谢谢，我谢谢。把这话恁讲。OK。阿英，你有啥物今仔会当病的无？你今仔不是讲要炸啥物物件，要让人家欢喜啥物？你要吃啥？要吃迄个哦，无上诶。还是你要介绍迄个罗伊巴斯，还是啥？来，这个暖些。好，啊，恁暂时先卖讲话，我先甲恁介绍一个上简单、对咱人哦做帮助诶物件，而且佫做上做好食诶，这啥物叫人知？伊这叫海菜、海藻，伊这下家拢无山。你当下哦，一盒、两盒。甲砍两只两胡椒，兼且你个连插一寡葱仔煮落，若是我不拉伊，我知一个人加三盒汤个，我若花你三百五百，免新加钱一百落。来一百。等下，只要给我送，只要够你一百块，差不多吃一百。一百。有人要吃海藻无？一百。一百了。美女，你一百块给我，你相信我。来，像安你家用。还好啊，好啊 ，OK 了 ，OK 了。一百够要来无？来旁边给我旁边台前面三个。一百。那我钱买翻来啊，拢甲积起来啦，迄个搬紧的啦。啊，你鸡肉讲两手做一够有味好无？啊，你白大店后店后壁先等拜一下啦。这是上俗上好食的鸡肉讲材料店店，一个你可以积起来。伊这顶款拢有写，我恁看哦，真好写。鸡肉讲只，写哩只。伊这哦，我来讲小可整洁的做好食啦，这。啊，你有水无？你敢要看我工厂这囡仔做甲皮只薄的无？做信用。来，果冻你给你包，来你去包。伊这鸡肉卷哦，伊食冰哦。来，你遐搞为了卫生纸无？你给卫生纸，我这边吃一个好不好？伊这吼就是人你讲的鸡肉羹，一个人加几条，一个人加六条，一个人加七条、八条，一个人加十条，三百五百，你话来讲，今仔日要阿买，我加五条哩。我加五条，唔免三百哦。这真正的做好起来哦，一百了。来一百。来看前面一百，好像要吃一百块。一百块，一百有人要吃无？好吃。鸡肉羹我配只煲了，即个你加米子，我你吃来切切咧，吼。来，大爷谢谢，大爷来。哎呀，阿无你啦，我来讲啊，我来炸只尔啦，你若要吃，我搁加两条给你啦，加三条啦，加四条啦，我搁加五条啦，我倒我二十条，恁真正吃只啦，一百尔啦。好。个人要来无一百，
真的啊。三个。来啊，六啊，七八啊，到十啊，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啊，十五、十六啊，十七、十八，十九、二十啊，一百块尔。二啊，三四啊，五六啊，七八啊，九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啊，十五、十六啊，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、一百。个人要吃鸡肉，够来无？一百个哦。三啊，五啊，八啊，九十啊，十三啊，十四、十五、十六啊，十七、十八啊，十九、二十啊，一百了。拜拜。第一个给钱少，第一个啊。第一个拿钱的是谁？你妹妹的妹妹吗？这些大呀。上游来老费哦，客过来了，多谢啊。好了，刚刚资金方面给对了，好了。啊？嘿，无错，即马介绍拢十块了，我无错。哎，你个人现场要吃鲍鱼的无？来，春江两无好。全部春江。哎，全部三小时。哎，恁买只鲍鱼当个食，这退片来当食。这吼弄个带 Q， 个带入鼻，一条鱼啊，我弄个带五包，免五包，你先给钱三包哦。三包。美女，你三百给我，你要相信我，这个很好吃。你这等个哦，你若要烤肉，你知无？恁烤肉，恁的火炭爱时间无？爱起火无？你伫起火的过程当中，你摕一块盘，你这两条拢甲倒落盘内底，互人家伫遐食。吼、哦，这两条我要送你，这拢免煮，这退皮就当食。我春节俩两个人计搞要先给钱三包啊。三包。三包上面一个咸猪我想要换一个。啊，无安尼啦，我加两条出来，这两条出来准送你的啦。两个就好啊，三包上面一个三包。来三包。有人要吃鲍鱼无？三包。拢有啊、哦。三百哦。真正春节吗？这两条是我个人，我头家免钱请恁吃，恁卖去考虑啊。啊、哦，这两条要送你，两个人加就好啊，三包了。来，头前两个。来，三百多谢大家。我一些，我去买个菜刀。好啊，谢谢。来，你迄个我今天介绍了，给恁介绍咸鱼啊，看起来。看起来。恁现场敢有人要烘肉的无？有人伫即礼拜要烘的无？你若无要烘，有要煎的无？有要煮饭，有要炒的无？我来讲，我这条咸鱼啊，你一定爱买。我甲你讲哦，你若伫厝用煎的、用煎的、用炒的拢会当。你若中秋节要烘肉，一定爱烘我这条。拢三层肉，拢袂收低收咸。先加钱的，莫让你开一千开八百，先加钱的，你三包我了。三包。你买三包，我这条要送你。你买三包，这大条、这大条、这三条，你免考虑，免五百，三包钱啦。姐。三百块上面就是三包。小姐。人家。恁感觉这一条咸鱼肉，这大条卖恁一百块，我敢有白卖无？我来你讲，你春节了啊？春节。今仔日恁也先加钱的啦。我这条免钱啦，今仔较无人啊，这条我送你啊，300块了啦，钱来啊。小姐，来上面吃咸猪肉的300啦，个人要咸猪肉无300。三包。好吃啊，真的啦，相信我一次啦，300块而已啦。300个人要吃咸猪肉无300。拢有啊吗？春节呢？恁无买两条，敢当买两条，当去炒看卖，100块了好无？阿姊啊，你买100块当去吃看卖好无？阿姊，100块吃看卖，咱的咸猪肉好吃。100块，个人要试吃下无？拢有啊吗？到箱内当集中，卖过用一把箱啊。迄个啥物啊？海藻啦，底有啊。好啊，以上恁讲要搁食啥物无？来，甲恁叫来某，白头发毛个，刘姨发毛个。来，恁啥物食这個？我袂啊。这免煮，这退皮来当食啊，这白头甲蓝头就好食啊。啊，来，一个人加几包？一个人加一包。不免500，免400，300了。三包，这包够送你了。这包够恁了。你若买3包，我搁加1包送你啦。一包剩100块尔，你买在买。小姐，伊这全年一包偌济？你知道？109、119、129，拢有人去买。来啊，我剩这尔，我搁加1包送你好啊。4包给你啦，4包给你啦。这个免煮哦，这退冰了当食，阮白醋粿好食哦。4包，300了。三包。来，其他个，个人要食烧火棒来无？你若有小朋友啊，这些你若有小朋友的吼，你当下甲套皮了当食，这个免煮，你来煮菜煮好无？你甲套一盘伫遐退冰。哎、欸，你个人要买2包150试食看卖无？150。150试吃。我嘛无甲算较贵呢，你买2包试食看卖无要紧啊，150够人买啊，150。超前，百五百人要吃，百五，你要三百啊？百五，个人要吃百五的无？百五拢有啊，有我先啊，下一边啊。来，来啊，个人你要吃啥物？你讲要吃迄个？要吃啥哦？我今日有早起大只飞机，甲龙时啊，你讲要吃？
来，阿伯退兵来当起来摸来。月亮虾米摸沙拉处理，月亮花是沙拉处理，阿姐来。伊这台中的名产哦，台中的名产，伊这拢免煮啊吼，伊这退兵直接可以吃，这就是哪里讲的鸡脚冻，鸡脚冻啊这啊。啊，我先讲哦，一点点的辣哦，小可会咸哦，鸡脚冻哦，哦要吃我来讲先给钱，一包百三两包鸡啊，若要吃鸡脚冻，你免走我台中，我来就做好吃啊，两包了。两包。一包够送你三包，退兵来当吃两包。两包。有人要吃鸡脚冻无？两包。你的鱼吼，甲迄个蚵仔甲烟肠，你看我睇下一行一行对起。我一包搁送你啊，四包给你啊。来，迄白包袂当下安尼哦，你包诶，加一。迄白包你下迄饼干要怎么冻起安尼？你白包袂当下离哦。来，两包搁要来无？两包搁要吃无？对对对，这边两百没错。两百还有要吃吗？鸡脚冻。这边就可以吃啊，也可以吃。鸡脚冻哦，有人食冰的，冇人食烧的。我讲有的人袂买冻的哦，我的人袂有的讲好个用我烧的。我只。要两包。过两尾还有两百。头前头前。头前呀。挂车。好，对。收钱。来，过尾还有两百无啊？拢有啊。啊，无你。还有，还有，我只。没有了，没有了，谢谢啊。来，还在补啊。哎呀，这我跟请教一下哦，我早一组东西啊，十公克的三 A 啦，恁搞要食东西啊的无？你有对东西有兴趣的手下去，来明天给他分。你要食啥？你来讲哦。你要出过来是那个？我果冻先分好不好？你果冻有拿钱的，请你举手一下好不好？谢谢。来果冻拿钱的。其他给我做这个。来果冻拿多少钱？果冻拿钱的。好讲。